格姐，你要帮忙说哦。姐，格姐，哎，你要帮忙说哦。啊，没有，我把这个作为员工餐做完就好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我说他需要帮忙说，因为他一直都是埋头苦干不说话。格姐，我给你包虾。格姐，喂，我给你包虾。好啊，谢谢。 谢谢你，一起吧。嗯，你是这边参加他们的这个电视节目是吗？对，是做意大利菜。那你走到了什么？我第8名。第8名啊！嗯，还有不害怕吗？开始有点害怕，不过我跟你说，这也是做外国人的好处，因为那里没有人认识你，无所谓了。你说在中国你，我敢吗？ 我本来也是想去，就是说看一下自己能够，我就是想，就是中国人也能是做，能够做意大利菜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真实的，我也不要去表演什么东西，就是我自己嘛就可以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里边有点知名度了以后，我可以去宣传中国美食，因为有人看你了嘛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一素人，我就跟人家说这个谁踩我呀，对吧？嗯，是这个道理。 来，大厨。哦，谢谢谢谢。现在他们有4个前菜啊，他们加了2个，我们只有1个前菜。啊，我看他没有发群里边，他们现在有4个前菜。你要想做一些像四川的冷吃前菜也是可以的，真的挺好的。 那你听我讲，辣子鸡是 OK 的，做凉拌的，很快的。你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那个很快，那个是最方便的。那我去买鸡肉。那你去买鸡。买鸡哈。我去买了。Chicken legs，5。把鸡给我。 然后阿正那边剁的那个鸡腿，他剁完了以后给我腌了。好，你弄好了我腌它。所以是半勺盐。对，然后来适量的老抽、生抽，加一个鸡蛋下去，把料酒要加一点。加一个鸡蛋，料酒加一点。泡好了。好了是吗？高火下去，中火泡。 好，现在辣子鸡好了，然后要拌料了，来，你烧火，烧火。 你要搞搞它，不要糊了啊！这就是辣子鸡是吗？哇，好好吃的样子。嗯。
来一个外婆的红油。哇哇，这里边料也太足了吧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要大火收干它。好，收得干干的。我怀疑人家会加单。你们又加菜啦，好棒啊！我们加六道菜。加六道，我的天！你不要骗人家。战术上迷惑对方。他们现在菜比我们多好几个。他现在我们说加六个，然后他说加八个。那你想累死他们？不是累死，然后他菜加好了以后啊，结果呢，客人已经走完了。他们加了六道菜。六道加了六道菜，不知道他这么说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你们加什么菜？你怎么又听见了？没有，我们只加了一个凉菜。哦。他们只加了一个凉菜。对。哦，加凉菜。大叔，你们家什么凉菜？哎呀，没有了，就一个很普通的。什么嘛？比较难吃的。是什么边角料？是什么嘛？叫鸡皮疙瘩。鸡皮疙瘩。光汉，今天晚上我会大推牛肉面，所以得多准备一点啊。好。包在我们身上，放心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搞砸的。漂亮。夸一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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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转过来喽，高一点点。好吧。今天要大卖啊！现在是几点半？五点半。五点半。我估计我是第一个用蜜谷来做饭的人。厨包多少个春卷？咱们一份四个，十份包40条吧。好，来，我跟你一块。这样，四个点，然后对折到差不多一半的位置。明白，是要叠出个三角形的。对。煮多少，潇潇？100个，差不多。我来。每日最紧张的环节，小丸子，来，加油喽！加油！今天我 OK 啊 ？OK 哈 ，OK， 没好，放心。不舒服，有点不舒服。那你歇会儿，你要干啥我帮你弄。行，没事。你炸酱，你告诉我咋说，我也能做。但是我的核心不能交给你。想偷师好难哦。
尝吗？今天的新酱。一起同吃一碗炸酱面，这个可以拍个照吗？来 ，OK， 走人。谢谢。好吃。谢谢月月哥，你是天使吗？我不是啊。天哪，原来真正的田螺姑娘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，就是你。应该说田螺姑娘不存在，但田螺哥哥存在。谢谢月哥。别客气。谢谢月月哥。别客气。要这个吧？可以不要。昨天累皮了，我看你。我们一开始不是累得不行的，我看你在里面，哎，还有干不完的活。我看你的背影很爷们儿，一个帅气的背影。你这两天是不舒服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不舒服，很难受。9:30了，是我的下跳起来。娜娜睡到9:30，然后醒来了，哎呦，炸酱面没忍住，你爸吵吧，娜娜好好睡。9:30再叫他哈，收档，叫他出来洗碗，面也不用煮了。哦，那个小姐姐来了。哪个小姐姐 ？Hello， 哇，开心！太好了，太好了 ！Hi， welcome， 谢谢你们再回来，谢谢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这是我们的黄店长，这是赵店长了。上次我们担当经营的时候，他们来了，然后是最后一桌，然后我们好多菜都没有，然后他们非常有耐心，一直等到最后，我们觉得很抱歉。他们点了三道菜都没有，我们实在太不好意思，而且等了很久。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，等我们店就是正常营业的时候再过来吃一顿我们正常的水准。哎，好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来来来，想坐哪里都可以，随便坐哪里都可以。来过来了，今天一定要吃到炸酱面。今天一定可以吃到炸酱面。对，月月已经准备好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今天炸酱面，炸酱面。今天是第一个，上次是最后一个。上了很多新菜，你们慢慢看。是炸酱面吗？有炸酱面，有。您是第一桌，肯定有。那我也要一份炸酱面。行。Hello， 欢迎光临中餐厅。你看你们坐到哪里呢？你好。Hello。三位吗？三位吗？我来就好了。这几桌都可以坐。需要宝宝凳吗？欢迎光临。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。Hello， 三位吗？空的位置都可以坐。先看一下，我马上过来给你们点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